家好，今天是中国传媒大学65周年庆，我们要出去嗨，去土里唱个歌庆祝一下。对对对，风太大了。先漫步在这个校园当中，去体验啊65周年庆活动的这样一个繁华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吧。这个第一次来到北京，你刚才说这个北京有啥好啊？这个北京啊，有钱好玩，有钱好玩。没钱呢？没钱别玩。那你带我现在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一个高级的地方。高级的？平时上班的地方。哎呀，是啥呀？这个说了你也不懂，比较专业 professional。professional 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个地名吗？对。原来是个地名啊。对。咱们吃啥呀？俺饿了。咱们吃啊。啊。咱们吃点肉。吃点肉啊！我就喜欢吃那个肉。俺姐姐可好了。那是。俺姐姐，我想着，俺还是奶爸的时候，俺姐抱我。还给你换尿布来，还跟我喊尿布啊，什么擦屎擦屁股都干过。哎呀，这话就别说了。哎呀，这有啥不能说的？我害羞。害什么羞？我都没闲乎呢，你还害羞？这是哪儿啊？那 Crystal？ 누구세요？不吹。감사합니다네저팬이요啊，对，这几句话花光了他经纪人所有的韩语知识储备。放下，握手，啊，吃吧，慢点，别烫着了，小心它有汁水。我现在在吃牛筋丸，潮汕牛筋丸。这里面是牛筋做的丸子。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吃什么吧。
介绍一下呀。这个是胸口捞，然后这个是五花趾，这个是吊龙拌。不能光吃肉，双点的菜。所以我们点了一些蔬菜。最后再来一份面条。最后再来一份面条。你是复读机吗？嗯。你吃。等着。握手。吃吧。真好吃。你看看你的嘴巴有多红，就知道你平时有多妖艳，我平时有多么朴素。哦。听到了吗？太恶心了，拜拜了。到现在了，我们在等最后一班地铁就回学校喽。你好，一个人。嗨，天哪，太痛了。一个人。太搞笑，太有梗了。先去唱了歌，然后去吃了晚饭，最后呢再逛了一下街，然后买了一个帽子。他买了一个帽子。总而言之是开心的一天。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宿舍了，今天一天非常的开心。拜拜。想结束，我想快点睡觉。 OK。 等一下拜拜。我经纪人刚刚想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ending pose， 我以前不是这样吗？拜拜，然后我现在要是拜拜。